请收看慧律法师佛学讲座。所以无缘慈度有情界，无缘这个缘就是条件，没有任何条件的慈悲叫做无缘慈。我对你慈悲，我没有任何的要求，我没有任何的要求。你想看一个人用没有任何条件的慈悲，这个人有多伟大？当人家拜托我任何事情，我就认为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啊，慧律法师你很辛苦，这我应该做的，没有条件。有个人谁叫你要收人家红包，你要做人家的法师，那么你不要出家好了。我常常告诉众生说，人的一生单为了一个人的个体上是一个很悲哀的人生观。当我们每天都在布施给众生的时候，我们会忘掉自己的自私的私欲，这很不可思议的力量。要记住师父的话，当你一天到晚都为别人忙，你就会一直忘掉自己，你就会一直忘掉自己。一个人从来不考虑自己，他就没有烦恼，因为所有的烦恼就是以我为出发点。我一天到晚都替众生服务，都替众生忙，你想想看，菩萨不是这样吗？所以菩萨没有烦恼，而我们众生没有办法，他动不动他就是一定要占为己有，他要一定要为自己，一定对自己有利，他才要做啊。你叫他，你现在帮看顾一下，你有多少的筹码，要来帮忙你有多少的报酬，都是讲这个对立的关系，那么这就麻烦。所以这个无缘也没有任何条件的，你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持就是拔众生的痛苦，度有情界，有情就是众生呢，度化一切众生呢。